知唔知道啊？我知道啦，知道啦。咁我哋成日講知道，其實係咪真係知道咧？嚇，嗰個道啊，係你知嗰個道，係咪真係知嗰個道咧？頭先咧讀緊《弟子規》嘅時候，其實喺我喺入邊都好即係好留心聽嚇。咁《弟子規》嗰度咧頭先喺度講咧，是是死者如是生啊，是死者如是生。係我因為我背普通話，所以咧我要諗一諗下廣東話。啱清明節過咗去，咁咧大家又諗一諗，係唔係真係你身邊見到嘅人都係是死者如是生咧？而家嗰個清明節嗰個假期好似係促進經濟嘅一日，即係發覺清明節嗰個假期，即係大家都係忙住出去 shopping 啊，去買嘢啊。你發覺香港內地如果係啲發達嘅城市啊，更甚，即係將個清明節咧呢、這個節日咧嗰、那個應該做點解要掃墓？嗱，呢個就係道啦。點解要掃墓？都已經係忘記咗。其實是掃墓的人其實真的不多，即有些墳呢，如果譬如一組墳呢，內地的或者現在很多內地的越來越富有啊，又或者甚至乎我們香港人啊，都有些是即越來越富有的時候，他有能力了，移居外國啊，那內地的人可能來了香港啊，又或者去了外地啊，那些組墳已經沒人理的了，已經或者即整條村都好好彩，好有福的，大家都富貴起來的話，大家都走散的時候，可能那些祖墳就沒人理的了，即沒人打掃啊，長曬雜草啊。今天剛才弟子規講是死者如是生，即這裡我們又自己想一下這句說話，即譬如我們生的，我們現在我們是生存的，我們間屋污糟了，我們都會打掃的嘛，你都希望間屋乾乾淨淨，而實質上咧，喺從風水嘅角度嚇，間屋乾淨咧都係有助個運程係好啲嘅嚇。即其實間屋係應該係整整齊齊、乾乾淨淨。咁是死者如是生，已經過咗去嘅先人，佢嗰個墳就係佢間屋。咁我哋如果嗱有讀過《弟子規》，我哋有跟《弟子規》即呢個跟去做嘅話咧，其實就應該將祖先就當係即係而家在生的人咁樣去對待，咁有啲可能諗咗啊，我都唔方便翻內地啊，譬如可能啲祖先喺內地啊，又或者有啲移居去外國啊，都好難去就到嗰時間。有陣時即唔一定要係清明節，其實個心喺度就得啦，即係隨時都有呢個心。又或者可能真係唔方便，即係嚟唔係咁容易嚟到嘅話，起碼都藉住嗰一日個清明節。起碼都應該是低調，即係唔應該係哇周圍去飲飲食食啊，即係好開心啊，大魚大肉啊，已經係忘記咗祖先。即係如果喺嗰一日趁住呢一個咁嘅機會，其實都係一個教育嘅機會，去同我哋嘅子孫去講呢一日，又或者係我哋嘅祖先，譬如可能爺爺嫲嫲唔喺度啦，又或者係自己嘅父母啊，咁可以同啲子孫去分享啊，佢哋在生的時候有幾叻，有幾節儉，有幾好嗰啲嘅美德，大家去即係去分享，係俾啲子孫一路都係諗住，即係過去嘅先人佢哋嘅德行啊。咁其實呢一個係即係你擺喺側，如果你能夠咁樣做嘅時候咧，即係當第日子孫佢都會長大，子孫都會教佢嘅仔女，咁就永遠都記住你㗎啦。有陣時我哋睇下點解而家傳統文化好似。所以其實咧，高醫生即係有個機會俾我嚟到講咧，同埋有個咁嘅機會可以推廣傳統文化咧，其實真係好難得。所以其實我又好中意嚟講，即係只要我，因為其實我識嘅都係好少、好少、好少嘅啦。我所識嘅都係其實都係我嘅恩師啊，馬一友老師。我每次嚟我都要感謝佢，馬一友老師咁佢帶住我去認識傳統文化，知道傳統文化係咁好，咁同埋亦都係我哋。即係請嚟好多好多位係古聖先賢，佢哋嘅智慧啊，佢哋已經話咗俾我哋聽做人嘅道理。其實個世界係可以好和諧，可以好美好嘅。不過我哋斷咗好耐，冇機會學啊。所以我其實我同你哋分享嘅嘢咧，都唔係我喺學校學，學校係冇機會學。
做到我的學生就好好啲，做到我的學生咧，我喺堂上面咧偷少啲時間咧就講啲嚇，咁有陣時咧同你解下啲字啊，嚇偷下啲時間講講少少，咁所以所以我嘅學生咧，如果喺學校咧，其實佢會驚我嘅，但我唔係話大聲好惡鬧佢哋，我唔會嘅，我會煩佢哋講道理嘅，即係有時咧譬如最近咧。學校有啲實習嘅老師嚇，咁實習嘅老師始終年紀都係輕嚇，咁經驗咧都係爭啲嚇，不過經驗即係一路好，如果好肯學嘅話，累積將來都一定會係一位好老師嘅。咁好多時咧教即係我哋教育嘅，譬如教育學院啦，或者佢哋可能係大學去讀教育啊，咁老師咧都其實未必會教佢。其實是灌輸做人的道理是更重要過你是教書本的知識。我記得我最近跟那位老師說，我說要先管後教，通常我們都會很客氣，我都不為什麼我說到這一句呢，要先管後教呢，要提他呢，就真的我那班很亂即是當那位老師上堂的時候是秩序呢都真的比較亂，咁呢一個咧係經驗，唔係話嗰位老師做得唔好，我好相信嗰位老師，佢好俾心機去準備嗰一科嘅嘢，去教俾小朋友。佢呢度一定係落咗好多功夫嘅，嚇嗰一堂課咧，佢好認真去做。但係咧，小朋友有冇認真去聽咧？小朋友服唔服你咧？咁呢一個先至係關鍵。小朋友唔服你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唔會聽。嚇，平時我見到好乖嘅學生，所以呢排我處理好多課堂嘅問題啊。就是在實習老師堂的時候發生的問題。我又會想想為什麼在我堂可以這麼乖，哇，去到第二位老師的堂，小朋友就好像變了另外一個人的。這個我也都反問我自己，那就是我平時教的道理我入不到 去不到個根啊，即我還在表面啊，所以呢他見到我就知道我的要求是怎樣。我望一望，佢都已經知道翻層樓，因為其實有時我特登去行喺課室旁邊去巡去行經過，一望到我就翻層樓，佢坐定曬望住老師嚇，即係唔應該攞出嚟嘅，即刻收埋櫃桶。即係我只不過係行過，隻眼望一望啊，都唔使禮添嚇，你望一望，佢已經知道你個要求係點。咁呢一個我哋有時諗下，如果係屋企嘅父母都係咁做嘅話，唔係將呢個交俾老師，因為老師其實。一來不是所有老師都學過傳統文化，即係呢一個我哋都唔可以。如果冇學過嘅，我哋唔可以怪佢唔知道嘛。咁即係唔知嘅時候，有時做得冇咁好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唔可以怪佢真係唔知道。所以如果即係有更多咁嘅機會，更多人能夠學到傳統文化，咁更多人能夠將祖先佢嘅智慧係即係去係擺喺自己度，佢真係用出嚟嘅話。咁咧，一定係啲小朋友好好教，老師唔使咁老氣啊。咁好啦，我哋又講翻嚟呢一個題頭先咧。啱啱清明節啱過，咁我聽到《弟子規》講是死者如是生，突然間咧就諗到咧，就同大家去分享呢樣嘢嚇。咁我哋睇下咧，你知道嘛？我哋好多時答知道，你知唔知道啊？知道咩咧？其實係咪真係知道咧？嚇，其實呢個字留落嚟。知道咧，係你知道個道。咁我哋睇下乜嘢係道啦？究竟道即係乜嘢？我哋成日話聽道理，咁道係乜嘢嚟嘅咧？咁我哋去下一張 PowerPoint 下。啊，係啊，俾個道字睇一睇呢個道字。你睇佢寫法，我哋又解字。記得有一堂咧，我解中國字嚇。有幾多人今次第一次嚟嘅？嚇，幾多朋友今次第一次嚟嘅？好咁啊，放低手，陣間咧係啦，如果夠。即係陣間可能解一啲字俾聽，我第一堂嘅時候咧有解一啲中國字嘅，俾大家知道咧中國字就係智慧嘅符號，所以我哋係好開心，我哋好幸運，我哋能夠成為中國人嚇，成為中國人咧，其實你已經係好幸福噶啦嚇，可以喺中國呢片土地，咁我哋有中華傳統文化，基本上你啲好嘢喺度，係你去唔去學，就等於話俾你聽，你今次六合彩你會中噶啦，你都要行去買先得噶。你不走去買的話，告訴你你會中，你都中不到。其實中華傳統文化現在就擺到面前，這些就是寶藏，這些就真的是福利的了。現在是等我們大家去拿，你走不走去拿呢？這樣你一拿呢，你肯定首先自己得益先，然後你發覺你可以幫到身邊的人都得益，
咁呢個道字咧入邊一個手，出邊咧就一個撐艇。呢一個咧，即係呢個係個走字啊，即係行走嘅走啊，個走意思啊。咁、那個道咧入邊呢個手咧，其實就係首要嘅嘢，首先嚇、啊、或者係最重要嘅嘢。好啦，咁嚇呢個撐艇咧，其實即係話你要係要實踐嘅，你要做出嚟嘅，即係道咧。不是聽完就算數了，譬如我們太陽東方升起，西方落下，每一日如是者，每一日都是這樣做，那你就要去觀察，我們其實尤其是植物啊，其實，所以因為我做教育，所以我體會比較深，植物呢，十年樹木，八年樹人，是真的個生長期，你是真的要給時間去生長，有些東西提早了呢，未必是有好處的。有些東西提早了，可能那個就一個不正常的植物了、啊、又或者是根本是長不成了，所以現在呢有即是教育問題有這麼多，有這麼多、年輕人值得，即是令到我們會擔心、啊、即如果、有跟個道去做的話呢，其實這些問題就不會。我們去下一張 PowerPoint， 下一張 PowerPoint 就、可以按了它出來了是的，道是什麼來的呢？道就是符合天地萬物規律的，譬如我剛才講的太陽東方升起西方落下，又譬如那個 植物、譬如是 按四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一個過程，而那樣東西 是不會變的，不會因為你香港是這樣、去到美國不是這樣了，是全世界都對，是現在對，過去啱，將來都啱，再過多一萬年都啱嘅，嗰啲就係道啦，係唔會變，因為唔會錯。其實如果錯，你即係日直即大家諗下，其實我哋喺我哋活喺呢個地球、其實地球運行嗰、那個即係嗰個軌跡，如果講個宇宙講大啲咧，哇！所有個星球你發覺係即係係好神奇嘅，佢唔會撞嘅嚇，佢每一個行星啊，佢點嗰啲軌跡咧？佢係全部咧係跟軌跡行嘅，即係好似我哋馬路嗰啲交通咧，人設計噶嘛。呢行就係呢啲車咁行，嗰行就嗰啲車咁行，啲車係唔會撞。如果你守交通規則，守交通規則，咁係唔會撞嘅嚇。咁、嗰個就係道啦，就一定係好嘅。咁而家我哋能夠好即係好好活喺呢個地球，本身呢個地球係好靚好靚好靚嘅嚇。咁、我哋人咧做咗好多嘢唔合乎道嘅嘢咧，所以咧就破壞咗個地球嚇、不過其實我哋嘅心咧啊，上一堂講潛意識呢度又拆開少少。上一堂講潛意識有冇朋友上一堂有聽啊？潛意識有幾多位有聽啊？比較少嘅幾位，不過呢幾位嚇。有沒有真的去試過跟自己聊天啊？有沒有真的試過去做啊？有沒有什麼 的感受出來啊？或者還沒試可以分享一下這裡、譬如呢、自己給個麥克風你可以大聲一點，我沒有啦，都說了我們要聽去旅行啊，要去6點鐘起身，晚上就跟自己說了，我聽到6點鐘起身，那我真的起到，真的起到 真的行得通啊未試的可以試一下咯喎，咁我知高醫生係好好將啲片咧擺咗上 YouTube， 咁、大家可以打我個名嘅，可以重温翻嗰啲片咧，上一堂講啲乜嘢？點解我而家諗到少少上一堂講個潛意識咧？其實、就算呢個地球變得幾差都好啦，我哋破壞咗做咗咁多破壞地球嘅嘢，因為大家斷咗好多傳統文化斷咗好多年啦，即係大家唔知道而犯咗錯。咁其實可以補救嘅，咁、那個補救咧，只要大家個心咧擺翻正，有個字嚇，筆正咧，因為如果白板筆，我可能陣間都啊呢度有，有一個字咧，筆正咧就係、是、咩字啊？歪啦，係歪啦。如果咧個心未擺正咧，咁咧其實咧條路你係會行歪咗嘅，咁你只要將佢擺翻正，咁就冇事啦。咁大家個心念咧，上次講嘅潛意識同埋意念其實都係同一樣嘢㗎。只要你嗰個意念嗱，一般人嘅意念咧就係好散嘅。啊，而家諗下
晏晝食乜好咧？今晚煮乜餸好咧？即係女人嚇，啊，仲有屋企咩家庭用品未買咧？嚇，男人就諗下，哇，如果今日禮拜日唔知有冇拍馬，陣間買邊場馬好咧？嚇，即係你好多嘢諗，呢個意念係分散嘅，大部分都係分散。所以之前其實咁多堂都話，點解我哋學傳統文化？因為傳統文化係收個心翻嚟，個心一定要收翻嚟，定咗落嚟，你先至可以幫嗰個意念集中。啊，所以其實唔淨止係，即係其實好多宗教都會，即係啲人祈禱啦，嚇咁因為我宗教嘅我唔係好識嚇，咁我淨係知咧好多宗教佢都有，或者係禪修啦呢樣嘢啦嚇。咁其實佢都係要收個心翻嚟嘅。咁而我哋傳統學傳統文化咧，其實所有嘅都係叫你收翻嚟，叫你定落嚟，係我哋個傳統文化。咁一定落嚟咧，哇個意念個力咧就不得了啦。原本就好似而家我哋有燈光啦，照亮咗大家啦。其實都係靠而家嘅燈咧，就呢度啫。係啦，呢度呢邊呢兩邊嘅已經夠照成個場啦，都夠光噶啦噃。咁如果咧，我擺張瓦通紙厚啲嘅遮住佢，你發覺就暗咗好多，穿唔過。如果係咧，即係薄啲嘅字咧，可能穿得過。人都係噶，你嘅意念好容易俾人或者俾周圍嘅環境影響啊。所以如果你能夠做到咧，境隨心轉咧，哇你就勁啦嚇！如果唔係咧，其實係心隨境轉，有嘢蒙蔽住你、遮住你，你就已經睇唔到啦。但係當我哋個意念能夠集中嘅話咧，定落嚟嘅話咧，哇咁就唔同啦。咁呢個意念就係唔係普通嘅光，係激光。激光咧，我哋做手術啦。激光咧，鋼板都射得穿啦，嚇更厚嘅佢都射得穿。咁所以如果我哋嗱，而家由一小個點嚇，大家做起先，大家改變咗，然後大家再去影響其他人嘅時候，當每個人嘅佢個心念咧都擺翻正嘅時候咧，哇！呢個力量就不得了啦。所以點解我哋中國四大文明古國，中國咧到而家都仲喺度嚇？中國古代嘅人咧嚇，我哋嘅古人咧，其實係好多。好多百年、好多千年都是遵循呢個道去做嘢嘅嚇。平時待人處事，平時點樣去點樣生活啊？包括嗱，你哋頭先高醫生出嚟教你哋嗰套係嗰套功法嚇，嗰個自發功啊。咁其實都係養生嘅，高醫生都帶咗好養生嘅部分。養生都係我哋中華傳統文化入邊，其實都係一個重要嘅環節。點樣養心？其實你就點樣收到個心？你收到個心，心係最高層次。而家我哋咧去睇醫生食藥咧，係最低嘅層次嘅，最低層次就係俾啲藥。我記得我有一次同大家講過，藥咧喺邊度嚟咧？藥物學咧就係毒物學嗰度過嚟嘅，係研究啲毒啊，跟住就研究呢啲藥啦。嚇咁其實你食埋埋好多藥嘅時候咧，其實就等於食埋好多毒，同埋我哋嘅肝臟其實佢。如果你每日都食藥，其實係好傷身㗎嚇。與其係咁，不如高啲嘅層次，我哋個心轉咗去，藥都唔使食嚇。其實有時講話頓悟，你一放低以前嗰套，你自己以為啱嗰套放低，學翻老祖宗嘅嘢咧，咁你就其實個心一轉，你發覺個人都開心咗，病都好咗嘅。咁我哋繼續講啦，個道咧係。圓滿的圓滿呢你走到哪裡你都覺得對的、啊、就等於、第一堂講過個我字都是圓滿的每個人本身你就是圓滿的本身你就是好好的即、有時候我們見到人有特異功能、啊、其實你都有的爭在你發不發覺到他出來他出不出到你而真正有即係修行修得好嘅，佢如果有特異功能嘅話，佢係將啲特異功能去幫人，佢唔係攞啲特異功能去表演。去表演嘅話咧，咁啊又唔係即係唔合乎道噶啦。即係其實個個都每個人都係圓滿嘅，本身係已經好好嘅，你知道點樣做噶啦。但係之前都講過，由於我哋喺唔同嘅地方成長，你個家庭個教育、個社會、你周圍嘅環境，其實就會影響嗰個人。如果咧，我哋長大，我哋係個家庭入邊，哇！父母嚇、啊，即係爺爺嫲嫲阿公婆婆個個咧，都係即係學傳統文化嘅。
我肯定咧，仔女上嚟咧，佢一定係都係一個優秀嘅，佢一定係知點樣去做人處事嘅。但係如果咧，即係等於我而家教緊嗰間學校咧，大部分嘅小朋友咧都係內地嚟嘅，咁佢哋嘅文化咧同我哋嘅文化係唔同嘅。我有一次帶個活動嚇，咁我帶活動咧，嗰幾個小朋友都係叫乖噶啦，係咁後屘完咗個活動咧，咁要帶佢哋搭車嚇，咁帶搭車我就見點解唔排隊嘅？因為其實巴士站咧，咁我就喺度排啦。其實去嘅時候咧，得一個人排嘅啫。咁跟住陸續就越多人排啦。咁啲小朋友就咁多，即係我帶頭，佢排我後邊嚇。咁啊，行即係行開去傾偈啊，行嚟行去啊。咁我就嗌咁我哋排隊，我要排隊嘅喎咁樣。跟住佢哋好似唔知咩叫排隊。咁跟住咁我就問啲小朋友，我話：哦，咁你喺內地你搭車冇排隊嘅咩？佢話：我冇試過自己搭車。我話：咁好 ，OK， 你冇試過自己搭車。咁搭火車、地鐵啊，或者父母帶你，有冇排隊？佢話：跟住另外一個小朋友答：冇噶，衝上去咯咁樣。嚇咁，可能佢哋就係咁樣嘅生活。咁佢哋冇教，所以你都嚇，即係憑呢樣嘢，你怪佢都冇用。都唔使怪，因為佢唔識啊嘛，佢唔識，咁所以我就話俾你聽，我話你都香港嚟㗎，唔係內地啊，香港過到你望下，前後都排緊隊，個個都要排，入翻嚟排咁樣，咁佢就乖乖地全部都排好隊啦。但係未講之前，原來佢真係唔識，有陣時我哋以為其他人識嘅嘢，原來佢唔識嘅，咁呢樣嘢咧，其實都係練緊我哋嘅忍耐力啊，練緊我哋嘅寬恕心啊，所以其實你見到所有嘅嘢咧。其實你兩面睇，你可以好嬲，選擇繼續去嬲，繼續去嬲你咪自己啊！如再講嬲嚇，其實相干嘅嚇，生氣咧係有毒嘅嚇。嗰啲有做嘅實驗啊，即係你發嬲嘅時候咧，外國做嘅實驗啊，咁係將即係啲氣咧，將佢去我唔知佢點樣整啊。總之後屘去測試啦。如果係好嬲嘅時候咧，嗰啲氣唔知係變成水，一定係點咧？我唔記得佢嗰個實驗點整啦。打落嗰只白老鼠度，即死嘅係嚇。即係如果嬲嘅時候，咁嬲嘅時候個毒素係好高㗎，所以你成日嬲咧，成身都充滿毒素㗎啦。嚇咁，所以就唔好嬲嚇。你可以選擇嬲去處理嗰件事，或者寬恕咯。佢唔識㗎嘛，佢唔識你唔好嬲佢咯。屋企嘅仔女都係嘅，我有陣時都會，我都有對仔女㗎，我都會同個仔女怒氣。雖然我自己講傳統文化。但係講傳統文化喺屋企，其實佢喺屋企嘅時間對住嘅時間好少㗎。佢更多嘅時間係咩咧？對住佢嘅同學、佢嘅老師。我哋又唔知個老師有冇學傳統文化，又唔知佢啲同學有冇學傳統文化。不過話俾你聽，大部分佢啲同學都唔會學傳統文化，都冇呢樣嘢嘅。咁即係所以有陣時佢都會做一啲唔啱嘅嘢嚇。咁佢做得唔啱嘅嘢，你去選擇嬲佢啊！定還是啊選擇平心靜氣啊同佢講翻，佢可能佢今日唔改，你講多幾次，有一個説話咧叫潛移默化，你講多幾次重複講嚇，即係好似《弟子規》，你不斷讀、不斷讀、不斷讀，誒突然間會有啲事，你越記得《弟子規》講過係咁嘅喎，咁你就自己提醒翻自己啦嚇，咁你不斷講嘅時候咧，總有一日咧，佢會明白嘅嚇，咁呢一個咧其實又講我哋嘅道咧，就係咁圓滿，你唔會佢冇缺陷嘅，佢一定係好完美嘅嚇。如果唔係咧，我哋嘅地球或者我哋而家唔會生存到而家嚇。咁道咧喺道家嗰度咧就講得好圓嘅嚇。老子嗰啲嘅道理咧都唔係咁容易明嘅嚇。一生二啊嚇，你三生萬物。咁大家可能諗都好難理解，咁我哋就簡單啲，你就當你周圍嘅個自然環境，你見周圍嘅萬物係自然環境喎，唔係講人造喎，自然嗰啲喎，嗰啲都係跟道，唔跟道嗰啲係咩？係人，跟道嘅都係大自然，甚至乎動物都係跟道，動物都會跟，即係譬如冬眠就係啦，動物都係知道冬天咧，有啲動物去冬眠。其實佢就冬藏，佢就跟個道，佢要養好佢嘅身體，佢要冬藏。咁道又係咩咧？合乎道德嘅。頭先咧，高醫師講話打通任督二脈咧，我哋人就冇病。咁
咁我曾經都講過個德字，其實都係個老師教嘅。個德字咧，如果人人咧14條經絡通一心咧，咁咧就唔會有病啦，就好健康啦。咁啊，點解14條經絡咧？有12條經絡，12個時辰，有12條經絡行。每一個時辰行緊一個經絡嘅。譬如子時11點，11點至到1點嚇子時，子時大家就應該係入睡，因為行其實肝膽都係去到3點，咁呢兩個時辰行緊肝膽經嘅，即係呢個時辰就應該係瞓覺嘅啦。咁如果人哋即係人跟呢個道嘅時候咧，發覺即係日子耐咗咧，其實就好傷肝嘅，因為肝係要瞓喺度咧，佢先至可以即係真去做血嗰啲，企喺度係唔得嘅，一定係瞓喺度，一定仲要係熟睡休息。好啦，子時前一個時辰亥時，亥時咧個亥字咧，嗱呢個亥啊，咁咧古字個亥咧，我睇下我識唔識寫啊？應該係唔係呢個呢、這個點喺度？我可能是我唔係好記得嗰個字，即係其實咧係兩個人嘅呢張牀，兩個人嘅。咁前面呢個人咧，以前呢度有一點添啊，係個亥字。呢個人咧係大肚咗嘅，呢個人咧抱住佢瞓覺嘅，呢個人咧就有咗嘅。所以外國咧後屘外國下研究啊，發覺咧最容易有 BB 就係9至11，但係佢唔知點解，佢研究啫，但是中國人咧古字已經話俾你聽啦，因為呢個時候亥時啦，亥時前一個時辰，前一個時辰係我諗下先，亥戌時行行緊心包經嘅，心包經係主喜，好開心喜悦啊！咁呢個口好喜悦，好開心，即係譬如大家嗰應該食完飯，可能睇緊電視，其實嗰刻就冇鬧交嚇，如果有即係家庭嘅和諧咧。那一刻就不要很傷的，心包其實很重要的，行在心包經是主起，即是一定要開開心心，開開心心到下一個時辰就睡覺，那個時辰呢就最後，所以古時的人都告訴你，想生 BB 做人就是這個時辰，這個時辰就其實就是個男的丈夫攬著老婆睡覺，那你老婆還有了，即是這個時辰是 最容易有 BB， 那這個時辰亦都係最好，即係最適合嘅。所以而家有陣時啲人想要 BB， 一路都冇嘅，其實都有好多原因。唔適合嘅時辰咧，係亦都係有影響嘅。同埋前一個時辰咧，咪嘈完交咧，根本就係傷咗心咧。咁呢個亦都有影響㗎。咁你發覺呢度講少少嘢，其實呢個就係我哋中華傳統文化嘅道理。你發覺原來有咁嘅道理，但係以前從來都冇人講喎。其實我以前都唔識，好在咧我。是跟著老師學，老師教我們原來有這樣的東西。那剛才這個手呢就講手和前進，剛才都講了個道呢是很重要的，手我們可以看個頭呢，其實是最重要的部分，也都是你首先要做的那部分。首先人是怎樣，你要其實所以現在教育下，其實那些知識已經是其次的。當個人呢我聽過啊六祖慧能咧識字嘅原來，但佢做咗六祖，但六祖慧能，因為我去內地去旅遊咧，去南華寺咧嚇，啲導遊咧都有介紹，南華寺嘅六祖慧能嘅真身喺嗰度喎，咁樣我唔知係咪當佢係啦嚇，個真身喺嗰度。六祖慧能嗰陣時佢得到即係傳佢嘅師傅係叫師傅啊定啊，傳個衣缽俾佢嘅時候咧，咁佢其實佢係佢未讀過部經，佢唔識。他不識字的，但他 都得到。所以其實你收到個人本身是圓滿的嘛，你其實收到個心，你學好了之後，你再去學知識，我們的小朋友其實都應該這樣教，再去學知識的時候很快的，其實識得很快，你個人你的智慧一開，我們的潛意識你其實一開的時候，你發覺學什麼都很快的。所以其實呢我說話不厲害的即是要告訴你，我說話我一向都不厲害的，其實我都很怕，跟很多人講嘢嘅。咁但係其實所以其實每次嚟咧，我又好想嚟喎，好想嚟分享，因為我覺得其實唔係因為我覺得咧，唔係因為我識好多嘢，係因為其實
即係好感恩，其實老師同埋好多即係古聖千年，佢哋教咗嘅，我覺得我自己受益咗啦。咁我如果我淨係我自己嗰度，即係我覺得，因為我梗係覺得我自己得益啦。但係如果淨係停喺我自己度，我又覺得咁我就對唔住老師嚇，對唔住咧，即係祖宗嚇，對唔住咁多古聖千年，所以亦都有個覺得我有個責任，就算我講得唔好啦。我都多多少少我都同大家去，即係去分享一下。我識幾多少我就講幾多少。咁如果大家有大家去問嘅時候咧，亦都又幫助我，又再認識更加多嘅嚇。因為其實我已經寫好皮毛，好皮毛，皮毛都再皮毛嘅嘢啦，都已經係受益喎。即係如果同埋我自己本身工作忙咧，我好多時間都擺喺工作上邊。咁如果我可以再有多啲時間，真係去再喺傳統文化入邊。再睇多啲嘅話咧，哇！肯定咧，仲有更加大嘅得益嚇。咁、所以呢個都話咗俾大家聽，個甜頭喺度啦嚇，即係都好希望大家咧，亦都多啲去接觸，多啲去睇。好，我哋去下一張嚇。下一張咧就講道啊嘛，講咗呢五輪大道先啊，即係大道嚟噶。其實如果全世界咧，如果呢五輪大道咧處理好咗嘅話，世界再冇任何紛爭，冇問題噶啦。嗱，你發覺而家身邊所有嘅問題離唔開呢五輪，一定係呢五輪處理唔好，所以會有問題。嗱，父子有親，如果父子之間咧，佢唔單止係講爸爸同個仔，其實講父母同仔女嘅呢對父子。如果呢個問題咧有問題喺度咧，咁你發覺有後面有家庭問題。啊！有時我哋睇新聞，睇到啊，尤其是你發覺呢幾年間好似特別多嚇，話啲仔女係會殺父母嘅嚇，唔孝敬都不得止啦。哇！仲可以咁狠心嘅，點解可以做得落咧？嚇，又即係呃保險錢啊，就想父母死，然後自己就可以攞啲保險嗰啲嘅錢、保險金啊。咁點解會搞到咁咧？就係呢度有嘢處理得唔好，君臣有義。你發覺而家香港啦，我有時即係唔係批評，不過講個現象，大家去分析，成日都聽到反對嘅聲音，成日都去到批評嚇，去批評。咁當然，其實好似我頭先講啦，人咧總有做得唔好嘅地方，因為佢有啲嘢佢未學，唔係好似我哋古人咧已經非常，因為古人佢本身係個先天條件好好啊，佢喺個家那個家入邊已經係學傳統文化。佢每一個屋企嘅成員都係傳統文化，都係咁樣新教一代接一代咁樣學落嚟嘅，所以咧古人佢好多道理佢都識。如果佢識嘅話，佢唔做到呢、這個就真係係要嚴懲啦，係。但係而家咧，我哋好多人就冇學過，所以咧有好多嘢佢唔識。咁所以我哋咧其實多一點嘅包容嘅心咧，你發覺就會和諧。與其每一日都喺度反對喺度批評嘅話，不如將呢個精神諗下點咧做得更好。譬如而家即係好似咁教傳統文化咧，即係我相信如果我哋香港嚇，如果今日呢一段咧擺上 YouTube， 如果多啲嘅，如果有官睇到咧，都希望咧，尤其是教育嘅官咧都知道傳統文化其實係真係可以係救呢個世界。湯恩比咧係英國嘅歷史學家嚟㗎。湯恩比博士咧，佢其實佢喺聯合國咧，佢都講過，佢話可以救到呢個世界咧，二十一世紀可以救到呢個世界嘅就係只有儒家學説同大乘佛法啊。咁佛法啲人再研究，尤其是科學家佢再研究，佢發覺佛法其實真係好合乎科學嘅嚇。有啲科學解釋唔到嘅嘢，其實就喺個佛法嗰度去幫助佢去解釋。咁尤其是我哋嘅儒家學説。孔老夫子佢今日都會有請咗佢請咗佢嚟嚇，即係佢啲金句嚇，都會同陣間會同大家去分享。即係如果教育界或者係高官咧，能夠喺傳統文化嗰度去學嘅話咧，咁我哋呢個社會其實就唔會話你成日聽到即係大家即係好批評嘅聲，即係個君同埋個臣咧，大家都唔啱嘅嚇。即係如果我哋講《易經》咧。有個太卦，有個皮卦嚇。太卦咧就真係好好啦，即係上下可以交通啦。個皮卦咧
係交通唔到嘅，上面就繼續上，下面就繼續落嘅，係冇辦法交通，陰陽咧冇辦法去調和，冇辦法交通嘅。咁其實我哋而家就好似你發覺好似咁，你永遠都覺得上面做得唔好，啊上面就永遠都覺得下面咧就唔明白佢嘅，啊下邊你唔識㗎啦咁樣，所以其實斷開斷層咗嘅，所以而家好多即係好多嘅紛爭啊，好多嘅拗撬嚇。咁如果大家可以停一停諗一諗，或者用一個寬恕嘅心，因為佢唔識，所以可能佢做得唔好。做得唔好嘅時候，如果我哋推行傳統文化嘅教育咧，個個都識嘅話，咁啊可以溝通到咯，咁就再唔會有紛爭啦。即係有陣時候所以我其實咧有陣我唔會批評成個政府咯。即係只不過可能有啲人嘅做法，佢個做法可能做得冇咁好，咁係佢個認識層面個問題，又或者可能佢個心理擺正，可能佢仲有貪念，仲係為自己個心理擺正嘅時候，就會做出好多嘢咧。尤其是個貪嘅嚇，所以孔子話嘅，呢個出自孔子嚇，佢話咧，少年要戒色，中年咧就要戒鬥。即係大家，其實你睇翻好合乎嘅，少年戒色，即係色字頭上一把刀嚇，少年戒色。咁中年就點樣戒鬥？即係大家鬥升職啊！我踩你，你踩我啊！少年中年就要戒鬥，老年咧就要戒德，冇乜都想要嚇，乜都想留住，乜都想要。仔女又成日覺得成日仔女就要陪你。要陪你嘅，乜嘢都要嘅。隔離屋咧，人哋有啲乜嘢，你又想要嘅。老年係戒得，咁但係有一句好重要嘅，終生戒貪。原來呢個貪字咧，嚇終生都要戒。個貪字就會引起好多好多好多嘅問題。咁呢個其實古人已經係話咗俾我哋聽。咁其實呢個就係道。啊，咁點解？啊，陣間因為呢個貪，陣間都會有講點解影響得咁緊要嘅，咁呢個陣間再詳細去講嚇。夫婦有別啦，夫婦有別嘅唔係話即係你係男我係女，大家都知嘅呢個啊，而係夫婦有別嘅意思係話男人同女人嘅責任啊，嘅工作係唔同嘅。用易經去解説，男人係屬於個天，屬於個乾，女人係乾坤嚇，女人係坤。乾咧，男人屬於個天嚇，個天係點咧？男人咧，其實就係佢個性格要係點咧？佢自己要係點一個人咧？就要係好似易經講嘅天，解個天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男人就要好努力，自強不息，好好學習，即係喺個啱道合乎道義嘅事情咧，就去好努力去做嚇。咁個地係乜嘢咧？地就屬於我哋女人。我今日咧都在座得嚇女士們係比較多嚇。咁咧，地咧就係厚德載物，你要有好厚嘅德行嚇。咁好似個大地咁咧，你俾任何唔好嘅嘢佢咧，大地都同你收拾，佢唔會投訴。你俾好嘅嘢佢咧，佢又同你收；俾唔好嘅嘢佢都同你收拾，佢永遠冇埋怨嘅。好似之前解過孖字，記唔記得？如果有啲聽過之前解字嚇，解過孖字，媽媽個孖咧。個孖字下邊咧有個馬，其實就講咗媽媽咧就好似馬嘅精神。馬咧係佢瞓覺都係企喺度瞓嘅嚇，瞓咁隨時主人一要用馬啦，一騎上去佢就即刻跑噶啦。即係佢隨時咧就係準備好工作啊。媽媽就係呢一種嘅個性格。好啦，咁夫婦有別咧，娶咗個新抱翻嚟啊！我哋叫媳婦啦，個媳字嚇。咁個媳字咧，你見到有個休息嘅媳啊，即係話咧，你娶咗個媳婦翻嚟，呢個媳婦係點啊？即係講個女人要做咩角色？就係要俾男人嚇你個天下有休息嘅地方，俾佢一個好好休息嘅地方。所以咧，男人出邊工作完翻嚟咧，男人做緊天下天行健。啊！君子以自強不息，佢自強不息地好努力為呢個家工作嘅時候，翻到嚟女人就真係要俾個休息嘅地方佢，就唔應該再好即係令到佢好煩，你唔應該令到身邊個男人好煩擾，即係覺得啊你好少嘅時候要去煩到佢。咁呢個講德啦，女人夠唔夠嗰個德？
女人的德行如果越好的話，你見啊有啲一品夫人啊，國家主席的夫人啊，佢做到國家主席的夫人咧，佢一定個德行其實係好深厚的。如果我哋一般人咧，我哋冇咁厚的德咧，其實就你遇唔到咁嘅丈夫嘅嚇、啊。你發覺咧，即係其實你發覺咧，佢有翻咁上下嘅德行咧，佢先可以承載更大個即係個福報。咁如果我哋女人，我哋能夠做好我哋個角色咧。啊，同埋嗰個婦字咧，上一次有講咗個婦字啊，婦女個婦，女人要做嘅嘢咧，喺屋企做嘅嘢咧，啊，你發覺呢架毛巾啦，啊，呢個掃帚啊，即掃把，咁啊，女人做咧，洗洗衫、掃掃地，喺屋企咧，相夫教子，即個女人咧個責任就係婦人就係咁啦，女人就要做，係要做呢個工作啦。嚇咁呢個工作做得唔好嘅時候咧，其實夫婦有別。做得唔好嘅時候，或者個先生翻嚟，你不斷去投訴佢，不斷咧，或者覺得佢錢揾得唔夠多啦，又係個貪啊出問題啦，想佢再揾多啲，又或者覺得，尤其是咧覺得隔離屋點解人哋個老公啊咁點好點好咧，就千祈唔好喺屋企同自己嘅老公講人哋個老公點好點好。咁其實呢個又好弊嘅，你就製造咗好多嘅家庭嘅矛盾出嚟嘅。咁所以呢、這個如果呢一個輪咧又處理得唔好咧，你發覺又有問題嘅，長幼有序啦。有陣時我哋話冇大冇細，而家啲細路就好似冇大冇細嚇，要即係好似以前我哋父母啊，父母呼應烏飯嚇，而家咧就係你嘅仔女呼啊，你冇慢吞吞添啊，仔女叫即刻做添啊，係嚇，唔係話父母呼啊。是仔女，或者係唔單止父母即刻做，爺爺嫲嫲都即刻做，仔女要乜你就俾乜。咁其實到後來，因為你唔跟道啊嘛，呢啲五輪大道係道嚟㗎，因為唔跟又會將來出問題。而家可能未出問題，將來你發覺出問題，你發覺點解啲仔女唔聽你話？你發覺點解仔女好到你有需要你病咗嘅時候，仔女叫你攞杯水俾你，佢都唔睬你，或者佢都唔喺你身邊。咁呢個就要其實睇翻。當佢細嘅時候，你落咗咩嘅種子落去啦？啊，咁朋友有信啦，朋友有信講你同朋友之間，其實嗰個信嗰個義氣啊，嗰個義喺度。如果一個唔值得信任嘅人咧，你發覺佢好，如果你成日呃人嘅人，你發覺係冇朋友嘅，或者係唔有個真心，又或者係個口號成即係講喺人哋面前講係一套。其實有時咧講大話咧，有時我同啲細路仔講喎。因為是細路仔咧，佢做啲曳嘢，我唔會睇到噶嘛。通常我睇到佢都唔會做曳嘢嘅，喺我面前嚇，喺我嘅課堂，佢冇任何曳嘢嘅。通常嗰啲曳嘅嘢發生咧，都係我睇唔到嘅時候。咁我就用咩話俾你聽咧？其實我都係教佢，我話其實天知地知嚇，我都有俾水知道答案佢睇，水都收到咯，個天地都收到。咁佢遲早咧，因為其實啲細路都好好嘅。有邊個做咗啲唔啱嘅嘢咧？就自然有人嚟同我講啦。咁我又好識做，我就永遠唔會揭發係邊個講嘅。啊，不過亦都唔會喺堂上去講直情講埋個名，邊個做乜嘢做得唔好。但你就攞件事出嚟講，其實嗰個人自己收到啦。如果係佢做嘅，佢自己知啊，咁樣唔啱嘅。因為老師都堂上講咗，咁但係你都俾咗個面子佢，啊咁咪。揭發的人咧，佢亦都冇人知係佢揭發，咁佢以後先再，其實你心要幫，即係去多謝佢，因為其實都要教，其實要幫，要幫同學，咁其實係即係幫同學，亦都好多謝嗰個小朋友咧。其實如果佢哋老師話俾老師聽，嗰個同學做得有啲咩做得唔好，其實是幫緊佢嘅。咁呢、這個佢如果朋友與朋友，即係你嘅朋友，你係你講嘅嘢會做，係有個信喺度嘅時候咧。咁其實你會發覺你身邊好多人願意幫你嘅。曾經有一次我哋講個貴人嚇，如果有之前有聽講貴人係點樣嚟咧？貴人係自己招翻嚟嘅，惡人都係自己招翻嚟嘅嚇。貴人自己招翻嚟，你如果成日去幫人，你又有信用嘅話咧，其實身邊好多人都願意幫你。我哋講緊上一堂啦，即係同其實你會吸引到，即係如果用科學嘅解釋嚇，你咁樣嘅磁場啦。你就會吸引到同類嘅埋嚟，一個惡嘅上一次咧打爛，如果你中意即係舉例子，你中意打牌嘅，你發覺你身邊總係有啲識打牌嘅人喺你身邊，嚇佢好願意同你打牌嘅，嚇好願意去約你嘅。但係如果你唔識咧，好似咁咧，我唔識打牌嘅，
從來都冇人叫我打牌，因為我都唔識打牌。我亦都冇話俾人聽我唔識打牌，但係佢哋唔會諗到我嘅。嚇，你唔會，你自自然唔會吸引到嗰樣嘢埋嚟嘅。啊，咁呢一個咧，你發覺所有問題其實就係啲五輪出咗問題。如果呢五輪我哋解決好曬呢五輪嘅問題啦，我哋而家試一細細諗，你發覺而家社會所有嘅問題係咪都係呢五輪？你離唔開噶。所以如果我哋諗下，如果呢五輪我哋處理好咗嘅，呢五輪可以邊度處理？你頭先讀《弟子規》，《弟子規》其實講曬噶啦，五輪嘅關係要點樣做？《弟子規》能夠落實咧，咁其實五輪嘅關係已經處理好咗，你再唔會有唔開心嘅嘢噶啦。就算對方做啲唔好嘅嘢，你都發覺你其實應該有個寬恕嘅心，教翻佢。啊，咁我哋睇下父子有親咧。我可以 hyperlink 咗過去，企一企。俾大家睇下咧，《孝經》度咧，所以今日咧就即係請老祖宗嘅嚇呢度故書揾我嚟俾大家去睇《孝經》度。嗰度曾經講過咧，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如果個小朋友都識咁諗咧，佢就會好好保護自己身體。嚇，佢知道唔可以受傷，受傷已經係不孝啦。咁你發覺有陣時而家有啲年青人，即係可能攜埋啲唔好嘅朋友，又飲酒啊，又食白粉啊，食毒品啊，而家唔係叫食白粉 K 仔嘅。咁你發覺其實係好傷心，呢個已經係大不孝噶啦。孝之始啊，你而家開始都做唔到咁基本，冇好好愛惜自己嘅身體。嚇，有陣時我哋聽到父母話叫你天氣涼著多件衫。就覺得好煩，我唔知道你話你個仔女會唔會係咁啊嚇，或者當中我哋今日都有啲年青人，你會唔會係咁咧？父母叫你著多件衫，你都覺得好煩啊，都我唔凍啊咁樣。咁其實就係其實傷咗父母嘅心。我哋講孝咧，其實儒家學説入邊咧，孝悌咧係最重要嘅，孝係所有嘢嘅最根本嘅。孝咧係包括埋信嘅，你唔信咧就即係不孝。即係儘管你揾好多錢，你俾好多錢父母，父母咧可以住大屋啊，有工人用啊，有好多靚嘢啊，但係你下下同佢頂嘴咧，唔信父母條氣都係不孝。錢唔係叫做孝順咧，係最重要信父母條氣嚇，你要信佢咁先叫孝。立身行道咧，嗱再下邊呢一節咧就更多年青人都做唔到啦。立身行道就係自己要你要知道自己要在自己的品行方面，自己的德行方面要去修身，要去將呢個建立一個好好的基礎。係一啲合乎道義的事情，你要好積極去做嚇，因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後你做得好好的在後世咧，即係之後的人咧，或者咧即係嗰一世的人啦嚇，咁啊見到啊你有啲好好嘅品行做咗出嚟喎，咁呢個咧就可以以顯父母，令到父母都。因你而驕傲啊！我一個孝子，我一個咁即係咁好嘅仔女，就好似有一次咧講同大家分享過嘅，范仲淹佢個仔范純仁咧，范仲淹咩？我哋識呢個人嘅嚇，佢有一句名句嘅就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咁佢亦都係個好心胸廣闊嘅個宰相，亦都係，所以佢亦都希望呢個仁愛去傳俾佢嘅下一代。佢就將佢個仔咧個名叫范純仁，好純正嘅人。咁佢個仔有一次咧有一次係即係帶嗰啲嘅一啲米糧，我唔係好記得啦，成個故事我要睇翻嚇，就翻去老家。咁佢途中就遇到佢爸爸嘅。朋友，佢爸爸嘅朋友咧，咁原來屋企咧就有親人走咗啦，咁亦都唔夠錢啊，即係安葬啊，咁佢就將佢嗰啲嘅，即係嗰啲其實係糧食嚟噶，賣咗啦，去幫佢，咁但係後屘發覺都係唔夠喎，咁咧佢就買埋架船啊，賣曬啲嘢俾，即係做咗錢去幫佢，咁佢翻到去就話俾佢父親聽啦，因為父親叫佢做噶嘛，叫佢即係去運送啊，帶啲嘢翻去，咁當佢講個故事未講完嘅時候咧，佢爸爸即係話俾爸爸聽：，我賣咗嗰啲都唔夠錢喎。佢爸爸話：，咁賣咗架船啦，咁樣，即係爸爸同佢諗法都一樣。
即係我真係，即係父母，如果你係咁即係咁廣嘅心胸嘅時候，你個仔女都係咁廣嘅心胸，咁所以咧個福咧就一路積，所以范仲淹，哇好多朝好耐之前嘅人啊，但係佢而家仲有後代，啊而家都仲有後代，都仲係好低調好淳朴，到而家都仲有。如果我哋能夠在個德行方面去守佢，即係嗰個福咧，能夠多幫人的時候，其實你是可以一代傳一代。我相信咧，即係如果大家的祖先聽到嚇，都一定很開心，就話：哎呀，今日講嘢係啱嘅，即係大家做多啲好事啊，多啲去幫人啊。咁你嗰個家族咧，亦都係個福氣一路帶俾個家族。有一句説話叫做：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啊！即係你如果係呢家人做好事嘅話咧，就如果你個福你一世都想享唔曬，你同埋你屋企都享唔曬咧，你嘅子孫仲可以繼續享嘅。其實我哋嘅老祖宗真係積咗好多福。我哋嘅老祖宗，你睇翻佢以前咁多百年啊，咁多千年，佢哋點樣做人處事，佢點樣嗰個仁愛嘅心，佢去關懷百姓，佢去愛護。啊，陣間咧，我再講到嘅時候，再同大家講下關於我哋個即係皇帝點樣去關懷。咁我哋嘅老祖宗做咗咁多好嘢，所以我哋係子孫嚟㗎嘛。所以我哋其實我哋而家都享受緊嚇祖先留落嚟嘅福。你發覺我哋其實都好好彩。如果講全球嘅經濟咧，其實美國咧有啲人覺得美國大國，美國啲經濟發好發達。而家美國咧，如果喺美國出世咧，一出世就要負債唔知幾多啦，好大條啊嗰條數。嚇，美國係負債負得好緊要嘅。是爭遲了不知某一天崩潰的所以其實表面好像很好，其實它發達都是講二百年之間，但是中國幾千年的你看看，即係你咁去有時我哋去分析，我哋去睇，不要俾表面那個假象去即係以為它就做得很好了，就去讓你去學了，去移民去它那度了，其實能夠留在我哋嚇，我哋而家香港好好留在香港。內地好好留在內地，是好好去為即我們去做好，即你有時候不用想太大的，你只是做好守回個道，你做好自己先，修身先，齊家，跟住如果你能力再高一點，治國平天下，但是修身齊家都未得的時候，為什麼以前要說齊家？以前呢一家人呢是講緊係幾一個家族係講幾百人住埋一齊的，所以以前是四合院的，真係一家好多人住埋一齊嘅，可能成條村都是你個家人嚟嘅，佢哋係可以好多後代嘅嚇。咁大家係你點樣？即如果你係呢個家族嘅最大嘅，你點樣去令到每個人都好和諧咧？嚇，每一個家庭佢都係大家都係守禮守規，家有家規啊嘛，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以前真係要有家規嘅。啊，咁點樣去執行啊？點樣去行？而家我哋發覺咧，而家好多人想生唔到，都或者有啲人咧生咗又唔理。而家個家其實好散收收嘅，只要我哋每一個家庭能夠執好佢咧，呢個家咧，我哋又講一講個家嚇。如果個家字咧呢一點冇咗，一點冇咗落咗嚟，擺唔啱位啦嚇，就變咗個重啦。個户字咧冇咗嗰一點咧，係啦。其實中國字嘅就亦都話到俾我哋聽咧，如果呢個家咧你唔擺好呢一點咧，你唔嗰個立嗰個點啊，嗰個起點你唔立好佢嘅話咧。譬如個家規，你個家規你由邊度？究竟嗰個立嘅咩家規咧？跟老祖宗嘅教訓咧，老祖宗嘅佢講嘅説話，你跟佢。譬如我哋而家最好啦，《弟子規》又簡單又易讀，你有易明，跟《弟子規》立好個，咁你就有個家喺度啦。如果唔係咧，就真係家都冇埋。呢個重咧，其實就係大嘅墳墓嘅意思嚇，好大嘅墳墓。以前真係。即係嗰個家其實係好大，即係好大朋友嘅。咁所以呢一點咧，其實我哋真係我哋要立好佢。如今個家會散㗎啦，家家户户一個家一個大嘅家族，
入邊係好多個户，嚇嗰個户咧冇出過一點嘅時候咧就冇噶啦。呢個係獅劇嘅獅字，咁由呢兩個字咧，即係都提醒翻我哋，我哋要守我哋呢個家，我哋由傳統文化嗰度做起。好，咁我哋又去可以 back 翻轉頭啊。原來睇下君臣有義，俾我揾咗兩段俾大家睇。君臣有義嗰度 click 過去啊。咁以前咧，太公嚇，太公就話啦，將有三禮，即係有三種禮係你係要守嘅嚇。冬日不服裘，冬天唔著皮衣啊，裘即係皮衣啊。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將蓋幕，即係你落雨嘅天，你唔會去撐，即係而家叫雨遮啦嚇。以前係好大把噶嘛，嗰啲嚇，你落雨天你都唔去撐住。明若三禮也，其實點解要俾？啲俾將領，其實俾將領睇嘅。點解要咁樣做呢？因為如果你將領，你冬天你著住件大褸，哇，都怕凍啦嚇。夏天咧，哇，少少熱你都捱唔住啦，要撥扇啊。啊，落雨咧，你都驚自己揼親啊，要撐把遮。你都唔係自己可以，都表現唔到我捱得苦呢樣嘢，你都表現唔到出嚟嘅時候，你仲點率領？點樣令到你體察唔到下邊嘅人？第一，你體察唔到嗰啲士兵嘅辛苦。嗰啲士兵可能揼住雨，你把遮遮住喎，你唔知道，哎呀揼住雨幾辛苦，嚇、冬天好凍喎，士兵著好少，你著件皮褸，你感受唔到佢辛苦。第二就係你亦都你自己唔能夠做一個好榜樣，叫啲士兵要捱得啊。而家我哋咧，我哋睇翻下呢樣，睇翻父母，我哋就當我哋係嗰個將領，嚇、我哋當我哋自己係將領。我哋好多時候，我哋發覺啲細路仔咧，而家唔捱得啊，唔捱得苦啊。你叫佢陣間行一陣咧，成身汗啊！我要開冷氣啦咁啊！而家夏天到啦，啊冬天咧少少咧，誒著少件衫嘅話，哇又感冒啊又，你發覺病係病多咗嘅。其實就係我哋冇俾佢捱過。啊，其實人嘅身體咧，我嘅老師教話人嘅身體咧，本身佢係識自動調節嘅，即係話咧，你去到凍嘅天氣，如果係慢慢凍嘅時候咧，人嘅身體係會同你去慢慢去適應。凍嘅時候咧，其實啲毛孔咧，其實會生埋嘅。你甚至乎你可以用你嘅意念，我哋講都係意念嚇。你可以用你的意念咧，叫啲毛孔生埋。你發覺啲毛咧係會豎起嘅，係會即係會有一層令到保護你嘅身體嘅。其實本身人係有咁嘅功能嘅，不過我哋而家你服用嗰功能，佢都好似廢咗咧嗰功能。你都唔使得一凍就即刻著衫。反而如果你想練嗰小朋友咧，喺佢細細個嘅時候咧，你啲衫唔好著太多。嚇少啲，你每一次嘅少好多，你唔好而家不嬲都著咁多，你一次嘅少曬，少啲少啲少啲。咁你去鍛鍊佢將來咧，佢就可以其實著少衫。或者有啲人游冬泳咧，佢鍛鍊出嚟噶嘛，嗰啲全部都係鍛鍊出嚟噶嘛，咁佢就唔怕凍咯。我嘅老師話咧，佢話咧，因為我老師內地人嚟嘅嚇，佢話咧香港嘅凍香港嘅夏天係最凍嘅，香港嘅夏天嚇、我相信我咁樣講，你哋都會諗啦嚇。我夏天我發現我真係我衫入邊，唔係我個袋入邊有件係即係一件頸巾啊，或者一件外套啊。你去到啲商場，哇！搭到啲巴士，啲冷氣如果即係兜頭吹，其實好凍噶。啊，香港嘅夏天係最凍嘅，即係佢咁樣同內地嘅人講啊。咁其實有時即係諗下，何必咁樣咧？又嘥資源，係咪？如果大家啲商場都唔開冷氣，又或者開細啲，又或者唔開冷氣，你即個設計上面係可以對流。嗱，我去新加坡。我因為我以前學校都去新加坡去交流，去睇人哋嘅學校，人哋嘅學校嘅設計咧，其實真係對流窗噶，冇開冷氣噶，開風扇噶。新加坡熱帶地方噶嘛，我去參觀嘅已經係啲即係叫係嗰啲係重點學校，係啲名校噶啦，唔開冷氣，係開風扇、開窗，但係佢嘅設計係即係你發覺係好通風嘅，成即係唔會有嘢阻你，好對流，好涼爽噶。咁所以如果我哋係我哋嘅官有識咁樣諗嚇，你而家呢批官咧，希望佢哋有機會接觸到傳統文化，有機會咧做啲貢獻。但係佢唔好睇咁遠，等佢哋，你不如喺你自己子孫，期望你嘅子孫將來嚇做個好好官，我哋好好教育我哋嘅下一代，期望我哋嘅下一代明白個道理，將來能夠嚇做一啲為人類係即係有意義嘅事。好，咁我哋又去下一個先。曾子就話啦，
佢話君子攻其攻其惡啊，求其過，即係話咧如果你有啲咩惡習，有啲咩壞習慣，你就要盡力去改嚇、啊，攻其惡，有啲乜嘢做得唔好嘅一啲嘅唔好嘅習慣，即係呢個係個君子嘅一個好人啊！你一個作為一個君子，你應該要咁樣做。求其過咧，就係、是、你要檢查，經常都要檢查，我有邊度地方做錯咗，係常常去檢查。啊，經常都要睇，其實每一日你遇到好多唔同嘅人，你講過好多唔同嘅説話，尤其是説話好，有時都真係會傷害到人嘅。嚇、啊，我自己有陣時咧，急啊忙啊，有陣時自己冇去注意自己咧，我都會講錯説話，或者講咗啲説話係傷害到其他人都會嘅。咁你不斷去反省，咁琴日做得唔好啦，我提醒自己，我下一次我遇到咁嘅情況，我就唔好再咁樣啦，係不斷去提醒翻自己啊，求其過，強其所不能。這個強字咧，這個強即係話你要突破自己，平時你覺得我做唔到嘅嘢，我冇可能做到嘅嘢啦，我要去突破我自己，我要俾心機，我做好佢，我一定能夠成功嘅。哇！你話睇幾正面，股市喎，增子喎。距離我遠啦，淨係呢幾點，如果而家嘅人做到，哇！你話已經係不得了啦，好優秀噶啦。仲有走私肉嘅就睇埋落去，走私肉係完全唔會係為咗自己嘅，自己嘅私欲咧係去除曬噶，唔會因為我自己想得到乜嘢。好，我做呢個官係因為我想啊貪呢個官位咧，我可以有好多錢啊，我係攞啲錢嚟。啊這個、呢個咧啊喺呢度。因為新聞 都有播嚇，美國總統奧巴馬咁咧新聞都播過。當美國咧落緊大雪嘅時候，仲喺度大家仲喺度即係處理緊嗰個大雪嗰個災害嘅時候，好多人咧冇電啊，好多人即係好慘嘅時候，佢喺邊度咧？成家人喺夏威夷度揾假啊，喺夏威夷度揾假，使咗150萬美。150萬啊！咩錢啊？我唔記得啦，我因為我睇報告睇翻嚟嘅。如果美金都好誇張嘅，但我記得150，我唔知係咪佢翻做港紙啊，定係人幣啊？我唔記得啦，我要再睇。佢都使咗好多錢喺夏威夷度揾假。你諗下，如果咁嘅有咁嘅皇帝，以前嘅皇帝點啊？如果講周文王嗰陣時候咧，佢個宮室咧，佢話係自己嚇個宮室就同百姓係一樣嘅。他住的地方跟百姓的屋是一樣的，很朴素的，所以會服咯，大家都會服咯。所以以前是不用什麼法律制度的，大家本身的心都很善良，不會偷東西，不會搶東西，大家不會害人的，大家很守法的。這個以前其實那個頭怎樣做，就下面的人就怎樣。所以由這樣去看下，如果你大家也都有想過送仔去美國，或者是大家有想過去移民去美國，真的要三思啊！即如果是這樣的君主，同樣地，最近咧習我哋嘅習總嚇，係啦總理嚇習近平啊，佢咧就去孔子，其實應該是第一位我哋嘅國家領導人會去曲阜去孔子嘅故居。去睇孔子嘅，即係知道儒家學説係好啦。即係其實呢個係俾到我哋係一個好好嘅先兆，即係其實開始將呢樣傳統文化重視啦。咁已經係好好嘅，即係所以話，而家其實留喺我哋中國，留喺香港係最好嘅，即係其實最安全、最幸福、最好嘅。起碼你哋而家有得聽傳統文化幾好咧，係咪？即係如果去到第二度，其實你就斷咗接觸唔到，你唔知道原來。古聖先賢有咁多好嘢，淨係一個養生，因為其實我跟我老師學咧係學養生嘅。但係一個養生入邊咧，其實我而家好多嘅知識嚇都係老師教啊，同埋會帶住，即係我令到我會再去發掘嘅。咁啊，淨係一個養生，哇，都已經咁好啦。咁如果我哋再學落去嘅話，其實我哋嘅我哋可以咁樣諗啊，我哋嘅國家係一定係會非常好嘅。好咁從事於義，即係話咧，要從事咧喺合乎道義嘅事，咁就係可為學義，就真係有學問嘅人啦，咁先係有學問嘅。我哋而家咧，就算大學啦，啊，都係我哋其實嗰啲唔應該叫學問，
亦都係唔識問。我哋學問學問，你學又要識問。而家係好多唔識問，因為其實冇去觀察個腦，其實已經唔識睇嘅。而家嘅大學好多就話俾你聽嚇，尤其是社會學啊、經濟學，係呢個社會需要乜嘢，咁佢嗰個學科就教啲乜嘢。社會學咧，其實就係幫呢個社呢、這個而家係邊一樣興起嘅嚇、啊，譬如而家 IT 興起嘅，你點樣喺 IT 方面發展咧？點樣喺呢度賺錢咧？點樣喺呢個行業去做好佢咧？係幫呢一樣嘢嘅。我哋又繼續去下一張嚇。誒冇咗，唔緊要，再開翻出嚟嚇。咁嗱，我哋睇翻古人咧對，即係對細路仔佢要求，同我哋而家，我哋對比下我哋而家，我哋係咪都咁嘅要求咧？古人就話滿招損，謙受益。咁但係我哋睇翻而家嘅教育咧，其實成日要佢爭。我曾經睇過有啲文章，做班長咧，你都要去要選嘅，即係或者你選啲模範生啊，你都要去寫好多次寫政綱咁樣寫，跟住要出嚟講我點好點好，要去爭我點樣好啊！而家嘅教育其實就係要佢去爭嘅，要佢去，即係有陣時咧睇咧，其實係助長咗佢自滿嘅呢一個咁嘅性格。但我哋以前咧，我哋講我哋謙嘅。中國咧有一次咧，其實我老師教我講筷子嗰、那個，有一次都同大家分享過。中國人用筷子啊，外國人咧就用刀叉，因為筷子係屬木，咁木嘅特性咧係謙柔嘅，啊你謙虛又柔順啊，呢、這個木嘅特性。咁咧外國用金屬噶嘛刀叉，金屬咧係屬金嘅。啊，咁佢咧就係一個佢特性咧係，係即係消殺一個殺氣喺度嘅。咁所以其實如果食飯嘅時候你唔啱傾嘅話，即係攞刀叉係可以做武器嘅。但係你筷子其實筷子唔會點樣傷到人嘅筷子。咁由呢一點咧，我哋可以睇到中國人嗰個特性，同埋咧我哋講到明朝咧，鄭和下西洋咧，鄭和咧佢嗰陣時帶嗰啲嘅。艦隊嚇，佢去好多地方。嗰陣時，我哋中國好強噶，就好似而家我哋睇美國咁樣，好似好強咯，大國。嗰陣時嘅中國係好強。咁但係鄭和帶住佢嗰隊人咧，去到一笪地方咧，雖然我哋自己國家好強，但係冇話要去攞人哋嘅土地，冇侵佔過任何一笪地方，係去到將我哋嘅好嘢嚇，我哋嘅。絲綢茶葉啊，我哋去同人哋去交換嚇，攞或者我哋嘅瓷器啊，所以 China 呢個字係嗰個字嚟，我哋嘅瓷器啊，去同人哋去交換人哋一啲好嘢就帶翻嚟。咁嗰同埋咧係好環保嘅喎，佢架船咧係跟風向去睇個風向喺邊邊，我哋幾時去係用風去推動嘅，冇用機器，唔使用油嚇，係好環保。而且咧係去到好多嘅國家咧，係同人哋係即係交朋友啊！咁所以其實呢個就係我哋中國人本身中國人就係有呢個特性。咁你而家見到好似唔同咗嘅，好似我哋見到嘅嘢都唔同咗嘅，因為而家其實我哋一路斷開咗傳統文化，其實好多年冇教啦。由其實慈禧太后嗰陣時已經係唔學噶啦嘛。即係可能自己睇下以後對照翻傳統文化，自己好多條都做唔到。既然好多條都做唔到，不如唔好學啦。嗱，清朝咧有一樣嘢好好咧，清朝嘅初期咧，大家聽嘅乾隆啊、雍正，佢都仲係好皇帝噶嘛。初期清朝嘅初入關咧，佢帶入關只不過20萬人咋，好少啫，20萬人。20萬人入關統治成個中國咁大嘅地方喎，20萬點統治呢？有一樣好好佢做到咧，就係、是、佢初期咧，佢係即係實行個宮廷教學啊。喺個宮廷入邊，佢去禮聘嚇、啊，出錢去請一啲即係啲人咧，啲老師啊入嚟宮廷入邊去教嚇邊啲老師佢德行高啊，佢講啲傳統文化，我哋講傳統文化，去講經啊，去講四書五經啊，去教大家。咁佢就。即係係有一段好長時間都係實行呢一樣嘢，咁所以咧喺嗰個
即係個道德成個宮廷入邊咧，嗰、那個即係個根扎得好啊！如果唔係清朝都去唔到，佢一個外族仲得嗰二十萬人統治到都成三百年啦。係，如果唔係唔可以統治到咁耐嘅。而係後屘點解人心變曬咧？後屘由慈禧太后嗰陣時已經話，就廢，即係呢樣嘢唔好啦，唔學啦。仲有咧後屘又用咗好大筆錢，即係所以其實上梁不正嘅話，下梁就歪㗎啦。又攞咗好多錢去修怡和院，啊，即做咗好多係為自己嘅嘢咯。咁變咗最大嗰個都係咁啦，下邊嘅亦都跟啦。仲有冇咗傳統文化？冇咗傳統文化嘅時候，你傳統文化都係一個提醒啊，你側邊好似個鬧鐘，提醒你做錯咗，要改翻。冇學啦，已經唔再講啦，冇呢樣嘢啦。我哋又睇啦，《中庸》入邊咧講咧，禍福之治，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如果這句呢句咧一路擺入腦咧，俾我哋嘅後代咧知道咧，佢就會佢明一個。所以這個呢一個咧，你見到我個背景咧，我係個蓮花。我好喜歡的蓮花，尤其我上次跟你說二年年頭這件事呢，蓮花呢是因果同時的，所以呢是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一般即其他植物都是開花完了，花謝了結果，開花結果是這個次序的嘛，開花結果，蓮花不是開花的同時個果就入面有蓮子的了，已經有開花有結果。其實想話到俾我哋聽咩咧？你嗰個念頭好重要㗎，你嗰個念頭係善嘅時候，其實你未使等你做啲嘢出嚟啦，你已經善嘅嘢已經吸引到埋嚟㗎啦。如果你個念頭係唔好嘅，即係哪怕你做嗰件事咧，其實可能係扮好事，即係好似譬如啲有陣時話啲有錢人捐錢嚇，其實佢呢頭咧做啲作奸犯科嘅事，揾到好多錢，呢頭我去做善人捐好多錢。你估佢會得到福報咩？唔會噶，係唔會噶。不過總好過佢唔做善事，好啲啦。但係其實，所以嗰個念係好重要咯。所以亦都係點解我好中意我其實我好中意蓮花噶。蓮花嗰個亦都提醒自己咧，嗰個念頭好重要噶。你念頭就係吸引到乜嘢埋嚟噶嚇，因同埋果係同時嘅。但係嗰個《孝經》咧講孝順子弟必明言，如果大家咧都將呢一句教我哋嘅子孫，咁咧都將孝順呢樣嘢咧同子孫講係幾咁重要嘅咧，你將來你能唔能夠成就？以前古人咧去請一個即係俾你做官咧，係即係查家宅咁樣噶，查翻你幾代有冇犯事嘅記錄啊？你嗰、那個即係你查翻你個你嗰陣嗰啲個好唔好嘅呢樣嘢，然後去睇俾唔俾呢個官去做嘅。所以如果這個呢個咧係一個孝子，一個大孝子嘅話，朝廷一定重用嘅。你發覺我哋古時好多嘅即係講故事，譬如孝感動天啊，啲廿四孝嘅故事啦。你發覺係孝子咧，其實佢就能夠佢係可以即係步步高升嘅。呢、這個係孝順。就等於嗰時《孝經》有句我而家跪羊堂嗰度啦，我突然間諗唔起嚇。總之嗰句説話其實就係話俾我哋聽，如果你係孝順嘅話，孝悌之志，我記得孝悌之志，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嚇，無所不通嘅。即係如果你個孝悌，你個真係好真誠嘅，係即係好即係自己係你冇你唔係做假嚇，好真誠嘅話咧。做得好足啦，咁其實通於神靈，其實就能夠幫你咧係步步高升。好，我哋又去下一張嚇，我哋睇下古人咧點樣去解讀呢個人嚇。我哋今日咧就其實學古人嘅嘢，然後咧我哋查找翻對比翻自己，我哋現今嘅人，我哋又點樣做咧？古人去解讀咧人呢個字咧，譬如胡雪岩咧，胡雪岩係清朝咧。好有錢的 商人㗎，他即係富可敵國，清朝朝廷都問他借錢啊，好有錢的，做生意做到咁大，可以揾到咁多錢，咁佢一定有佢自己的一啲好嘅嗰啲方面嚇。佢話咧就係上半夜咧諗自己，你一半諗自己亦都係正常㗎，你都會諗下自己啊嚇。下半夜就諗別人，所以點解佢做生意咁成功咧？佢除咗諗自己，我都要賺啲錢，佢亦都諗。
其他人，我怎樣幫到其他人。這個呢也是他為何這麼成功的。孔子說我們要推己及人，如果你自己不想的你都不好、啊、即好像、啊、我昨天跟先生坐車，跟住落車的時候呢就發覺一些座位，因為我們那些已經是、嗯、即是我們住屋苑有村巴送我們回屋苑的、啊、那住戶證就可以上到村巴。落車的時候呢見到座位呢，有座位有紙巾在那裡、啊、那我們 就只是慨嘆，為什麼這樣呢？駕車都是自己屋苑的人坐回啫，你今天等一張紙巾，你要是個司機幫你執，要是就下一個坐這個位置的人要幫你執，那為什麼不自己帶落車呢？即其實有時就憑這少少你就知道他的心，其實有時相由心生，如果那個心是善良的話，是好的話，你發覺他做的那個相不單止講個樣，其實個樣子個個都漂亮的、啊、個相其實包括你平時的行為舉止你是怎樣做的、啊、相由心生，就憑這個張紙巾你就真的慨嘆，為什麼自己不可以拿著下車扔呢？何況車裡也有一個垃圾桶，即有時看到這樣我們就知道我們教育其實真的很重要，是真的要去教，不單止是小朋友，其實大人都要教，大人都要學、弟子規律這個剛才大家讀過了，張家人先問己、啊、己不欲的即、己，即是說如果自己都不想的，你不要做了，你都不想人家這樣的時候你自己就不要做了、啊，好，咁我哋又去下一章下，講一講咧，古代下秦朝之前到清朝中後期咧，係佢嗰個排列咧，嗰、那個行業嘅排列咧，係士農工商。再早啲嘅時候係咩咧？就農業嘅再早啲，因為或者你去到周朝啊啲，佢哋都唔會做生意，自己有嘢種，自己食，都唔使點樣做生意啦。跟住咧，太太係點咧？太太咪織布咯，個個都識織布，個個都識種嘢嘅，嚇、啊、個個自供自給。咁到後屘咧，即係開始經濟開始發達啲咧，咁咧開始有啲嘅有啲嘅商業嘅活動啦。但係如果喺到秦朝之前嚇，去到清朝嘅中後期，都仲係呢個行業咁樣嘅排列。商咧係排最後嘅，嚇、啊、士咧士係乜嘢咧？士就係、是、學聖賢文化嘅人。嚇、啊！嗰啲我哋而家嘅大學讀嗰啲唔係㗎，即係應該咁講，我哋而家冇咗士㗎啦，我哋而家學唔到啊！即係如果你唔係跟到位好老師，譬如我好感恩，我可以跟到我嘅老師佢一路教，亦都講除咗教養生嘅知識，亦都係帶住我哋去學傳統文化，咁先有機會學到。如果唔係而家係冇咗士㗎啦，冇人會去同你去真係你一當一個學科去學古人嘅知識，其實真係當一個學科真係唔過分，因為古人咁多嘢，你真係可以當一個學科。如果呢個可以當一個學科，然後跟住佢考得好嘅時候，佢呢批人去做官，哇！你諗下幾好咧？佢呢一批人都係讀過古聖千年嘅知識，然後佢去考到好嘅成績啦，跟住去做官。佢做緊官嘅時候，佢一定會諗起，咦？佢學過嘅嘢。教他怎樣做人的道理，為何他不會害人，他知道即時之家必有餘慶，即不時之家必有餘殃，如果是這樣多好呢。漢高祖劉邦就說，商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税以困獄之。他怎樣貶低商人呢？穿漂亮一點都不行，絲綢沒你份的了，不要穿。如果你從商的話、啊、你就穿即普通平民百姓穿那些了，即個從商係變得好低嘅。嗱，洪武年間咧，明朝嚇，農民之家咧係可以反而可以著綢紗斷布，可以著靚衫嘅喎，靚啲嘅料喎。但如果你商賈之家咧，就只穿斷布，唔可以著靚衫，靚啲嘅料係唔俾你著，就當你係變得好低嘅。清朝咧有個一個。士大夫咧，我唔係好記得啦嚇，即係一個應該係傳統都啊大學士，一個大學士。咁佢本來大學士好受尊敬啦，因為其實喺即係你係講，你都好似即係老師咁樣去講學啊。咁佢咧就娶咗個即係同個商人即係
係啊，成為親成即係結婚啊咁樣，咁就皇帝都睇唔起佢啦。即係你好奸唔奸？點解點解揀個商人咧？即係當堂係貶到佢一文不值噶。咁大家會唔會諗下點解以前要咁樣排咧？點解要係咁打壓商人，係咁打壓佢？有冇諗過點解咧？點解咁商人就咁冇地位咧？困辱之喎，仲要羞辱佢喎，你從商仲要羞辱你。商人咧，以前嘅商古代嘅商人咧，得好結果咧就係泛泛理泛理，廣東話泛民叫泛民泛理，我淨係識普通話泛理嚇。泛理佢咧就係三聚三散嘅，佢真係從商，但係佢係到而家後人都尊敬佢，同佢立像嘅。佢就係中國嘅財神，佢賺咗好多錢，但係佢都散曬俾啲困苦，即係大家邊啲人需要，邊啲人係好窮困，邊啲人需要幫助，佢就散曬俾佢哋嘅。跟住又賺咗好多錢，又再散，又賺好多錢，佢又再散嘅嚇，三聚三散，所以到而家咧都仲有佢嘅故事。咁係佢先至啊，即係而家神尊重喎，其他嘅商人咧係俾人貶低得好緊要。呢個就係我哋祖先嘅智慧，因為咧頭先我講話孔子話儒家學説話終身戒貪啊嘛，大家諗下啦，貪念最容易起嘅係做邊個行業啊？係啦，所以啊，我哋其實古人好聰明噶，佢就係幫，因為其實一般老百姓嚇未必嗰個程度咁高，未必去睇到佢個禍害，一般人未必睇到，即係見到啊，從商嘅得到多啲錢喎就好啦。一般人未必諗到個禍害，我哋嘅祖先已經係佢哋好聰明，佢哋知個禍害喺邊度，所以就喺個網都未爛之前，佢如果發覺少少問題咧，即刻補啦。呢、這個就係同我哋補啦，佢就係唔俾個貪念起，所以商人一個地位就好低。咁咧士咧，頭先講士咧，士係排最好嘅，好受人尊敬。以前咧老師，所以孔老夫子叫佢夫子啊。夫子咧係其實好尊稱啊。佢嘅見解咧，即係大丈夫之見啊，嚇夫子。咁係好受人尊敬。你如果學古聖先賢，你係即係教人四書五經啊，教人傳統文化嘅嘢咧，其實你係好受到尊重嘅。咁個個人嘅心咪好咯，即係個個都去學啊！你啲百姓你都會希望個仔女佢能夠將來啊做官，你做官有咩啊？又係要考你，其實都係考你傳統文化嗰份卷就係考你其實就係佢，所以以前啲古人咪要猛讀經書嘅，係不斷要讀嘅，要熟曬所嘅，係博覽群經啊等等，先至可以考到嗰個官位翻嚟。咁大家都係咁樣做嘅話咧，同埋呢樣嘢係皇帝都好尊崇喎。係排到咁高級喎，你咪鼓勵啲人咧，個個都俾心機學咯，嚇、那個個就唔會去諗從商啦，因為從商哇又冇得著靚衫，仲要困辱之禍，啊仲要羞辱你喎，即係幾慘咧，咁啲人就唔會去做呢樣嘢咯。所以以前咧一路都係和諧嘅，嚇、只係而家其實商業活動咧有咗商業活動嘅時候咧，你發覺就會一來個貪起咗啦，第二就爭啊。你爭，而家國家同國家爭到你死我活，打仗，就講宗教，有一個宗教都唔係一個，有啲宗教都係嗰啲宗教嗰啲人就打到死死下，嚇、又爭嘢啊！其實就係嗰個貪念起咗。如果大家都係嗱，我哋假設間，我哋翻以前，我哋大家如果自己都有塊田，自己種下嘢，啊你又唔使驚嗰啲嘢究竟？有冇落咗咩嘅農藥？有冇落咗啲咩嘅激素？你又可以好放心食，唔使特登俾好貴嘅錢去買有機嘅。有機嘅都未必真係佢講嘅，即係你有機嘅，但係你唔知你個土地有冇被污染嚇？你落有機嘅，但係個土地可能已經被污染咗嚇。你俾嘅錢係俾貴咗，但係其實係咪真係幫到咧？又唔知喎。所以最好係咩咧？我哋個心靜，我哋嘅心靜咧，能解百毒嘅。係、你個心，你個心，你發覺有時食同一樣嘢，有啲人食完，有啲人會唔舒服啊，有啲人會病，有啲人係冇事㗎。啊，你個心靜咧，其實我哋嘅上一次講前學心教授講人體咧，講
研究人體科學，人體一個呢個系統咧，佢係會自己，佢好完美嘅，佢會自己排斥或者係即係會自己化一啲唔好嘅嘢，佢自己會將佢整走嘅。嚇，本身人個系統就係好好噶啦。嚇，你即係你先得珍惜佢，懂到懂唔懂得去即係去幫佢啊，去令到佢運作啊，呢個先係重點啦。好，咁我哋就睇下，即係而家起碼明咗知道古人點解咁點解要打壓商啦，知道咧其實古人咧。就真係好叻嘅，所以而家我哋見到外國咧啲科技發展啊，發展得好好啊，好似好羨慕啊！哇，人哋個轟炸機又幾犀利，哇，人哋嘅咩，人哋個火箭又幾犀利啊！其實咧，我哋嘅古人都有呢個能力嘅，我哋中國人，即係如果咁睇咧，咁都諗得到嘅，為咗唔俾個貪念起，咁樣去撳住個商人唔俾佢起，你可想而知。我哋嘅古人幾聰明啊！其實唔會諗唔到發展科技嘅，不過唔發展啫。佢知科技如果發展得越發達嘅時候，其實問題就出嚟㗎啦。大家諗下，如果從來都冇個炸藥，從來都冇被發現嘅嚇，都冇發明嘅話，幾好咧？嚇，而家可能就唔會攞嚟作為一個武器啦。嚇，咁係啦，呢個大家去反思一下，可以。好，我哋去下一張嚇。嗱，呢個想同大家分享咧，你發覺中國古人咧係唔講國家，講天下。你諗翻睇翻以前嗰啲片嚇，嚇個天講天子係天嘅天子，講天下，因為國家其實真係太細啦。講天下咧就好大，嚇你就為天下人咧，為天下人去服務，嚇你就唔會有即係唔會去計較嗰得失啊。而家反而我哋國家同國家大家去鬥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反而嗰個問題出咗嚟。曾經都講國家同國家去鬥，就即係媽媽同媽媽去鬥。所以我哋媽字好重要，媽字就媽字好重要。點解？因為個仔女都係你教出嚟嘅。國家同國家去鬥，即係媽媽同媽媽去鬥咯。所以我哋做其實做女人嘅即係責任重大嘅，我哋好好教好我哋嘅下一代。然後下一代做好咗啦，其實只可以救到而家呢個嘅世界。尤其是呢幾年間發覺嘅好多天災，好多好多，其實就俾緊好多嘅信息我哋。即係如果我哋講話念頭咧，那個意念咧係可以能力可以，如果集中意念集中嘅時候，頭先講就好似激光咁咧，可以係射穿嚇，即係就算幾堅硬嘅嘢都可以穿咧。咁其實如果我哋個念頭唔好嘅時候，其實就等係毀滅緊呢個世界，啊！咁呢個都係量子力學，啊！量子學家咧，佢講翻出嚟嘅，佢都講緊我哋嘅念頭，我哋嘅意念係幾咁，即係幾咁重要嚇。咁呢個大家都可以上網打量子力學，應該都可以揾到一啲嘅短片講緊，即係講意念呢樣嘢嘅。啊！咁我哋又睇下一張，好可以撳下呢張。這裡呢想提大家，你發覺今天很多我有出處的給大家看古人的東西呢，其實真的哇很多不得頂啊。他說這裡告訴大家，如果 做好事，做一些合乎道德的事，做 善的事，那我們的心呢，心日日憂的意思就是說你的心呢就即是很沒得閒，那日子真的很得閒，你不用很勞累啊，你可以心定神閒，每一日比一日好，你是一日比一日好，你心定神閒得閒過人哋，仲一日比一日好。如果你的心是善的話，但是作藝呢，藝即是一些假的東西，一些不好的東西，不合乎道德標準的東西，做壞事，這個就是作藝。做壞事就怎樣呢？心勞日絕，心勞即是心很勞累，你要搞盡心思怎樣去騙人而不讓人知道，怎樣去做這個壞事然後可以瞞騙到其他人。其實你花了很多的心思，其實個人很累的，但是你發覺你花了這麼多的心思，還不如差過一日。起碼有一件事，夜晚睡得不好，通常做壞事的人都會提心吊膽的，夜晚都不能夠安睡的，下陣間有啲咩風吹草動咧，係有時害過人啊嗰啲，做個壞事，諗，哎呀，就會諗起啲唔好嘅嘢啊嚇。咁其實令到自己咁唔安樂，何必咧？
咁不如安安樂樂嚇做。你發覺古人嘅説話又唔係難做，只不過修正自己，其實樣樣都好好，好容易做嘅啦。你就可以得到好多好嘢埋嚟嚇。既然係咁嘅話，咁就由我哋先，由我哋自己，我哋改變先，我哋散咗，然後我哋再分享俾身邊其他嘅人。好，我哋又去下下一張嚇。到呢個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當然我今日同你哋講嗰度咧，其實我都好感謝，因為你哋都好留心聽啊。啊，你哋都咁咧，當中你出去講俾其他人聽嘅時候咧，呢個係呢幾句係鼓勵大家，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好願意嚟學下，好留心聽。上士聞道咧，勤而行之。上士咧，即係話佢你個悟性啊嚇，你個慧根咧係喺即係好高嘅，好高個層次嘅人咧。咁咧，你聽到道理之後咧，你就會啊好努力，勤而行之，好努力去實踐出嚟。啊，知道啊，原來古聖先賢講呢啲道理咧係啱嘅喎，係幫我哋可以得益嘅喎，又可以除咗幫到自己，又可以救到成個社會啊，成個國家，成個世界咁好嘅嘢，我要自己，我即刻做。咁呢個就係好有慧根嘅人嚇，上層。咁啊，中士聞道咧，又傳若王咧，中等。慧根的人呢咁佢呢聽完之後呢，佢可能啊係喎都幾好喎，可能即係有仰慕係喎咁好嘅真叻嘅，但佢乜都唔做啊，佢乜都唔做，只係聽完咁就算啦咁仲有有時可能會少少懷疑得唔得㗎，係咪真係得呢？但佢都乜都冇做過，佢點知得唔得呢？所以我其實咁多次我都同大家即係講嘅話，你聽到覺得好嘅嘢，你係你自己做咗先，你自己改變咗先，然後你可以話到俾人聽得定唔得，但你自己原地踏步冇做過，你就講唔到俾人聽得唔得。所以我同你哋分享都係由我自己改變先，我自己改咗，我先覺得哇好好喎、啊。由於好好啦，所以咧，其實我工作一啲，我工作係好繁忙，但係都好願意過嚟，就你就發覺好想同人哋分享。下次聞道咧，就其實呢個鼓勵大家，你有機會你會同其他人講，然後其他人就會大笑之，哈哈笑完，咁啊覺得你傻嘅，會㗎。所以而家傳統文化咧，點解就真係好多其實個慧根，你原諒佢啦，好多個慧根係未到，你同佢講傳統文化同講道理咧，佢咧就係咪㗎？懷疑你啦，係笑笑下你，話你傻嘅。我今日禮拜日我唔去飲下茶嚇，我唔去做下其他嘢嚇，我坐喺呢一度，即係會有啲咁嘅人。咁你聽到之後，其實咁咪算咯嚇。你好似頭先你講，你原諒佢，因為佢未真正去即係學到傳統文化，佢未真正去嘗到嗰個甜頭啊。如果佢真正去嘗到嗰個甜頭，你俾佢由你自己做起咯。如果佢見到你嘅改變，見到你學咗傳統文化，見到你有弟子規咁咧，九十度鞠躬咧，你同佢鞠多兩次咧，佢又會同你鞠嘅，即係總唔會有你同佢鞠幾次，佢都唔睬你嘅，係嘛？咁佢真係好冇禮貌。我諗你同你鞠得幾次，佢又會同你鞠躬翻嘅。咁由你自己改變先，你就可以影響到你身邊嘅人。咁佢就慢慢咧下士聞道咧，佢都會上去變做中士，慢慢個上啦。個慧根咧，其實隨住你個經驗，你願唔願意去學？其實個個咧個慧根都係好高嘅，嚇個個都好有悟性嘅嗰個。咁有陣時有啲人咧，佢做得快啲，可能佢嘅經歷、佢嘅經驗，又佢好願意去學，自己係願意同埋相信，啊又相信老祖宗嘅説話，知道如果其實一句説話，如果佢唔係好嘅嘢，佢留唔到嚟而家幾千年咯。即係我哋咁樣分析，佢如果唔好嘅嘢早冇咗，即係好似文革咧。我唔知道大家文革嘅時候嗰陣時，大家喺邊度啦？應該係六幾至七幾啊嚇。嗰段時間嗰十年咧，文革有好多説話啊，好多批鬥，父母都批鬥啊嚇。咁你發覺冇曬而家十年，佢一冇咗好耐啦，即係嗰啲嘅説話已經係推翻咗啦，唔應該係唔啱噶啦。而家咧大家都好努力去修補翻嗰陣時破壞咗嘅嘢，所以如果係嗰樣嘢係唔啱嘅。佢留唔到落嚟而家，留得落嚟而家嘅就一定係有道理，合乎道。所以今日個題目，你知道嗎？我當我哋答完你知道，係咪真係知道咧？你係咪真係知道個道？乜嘢叫做道咧？咁如果以前唔知嘅，
而家咧，今日其實拋磚引玉，即係我講咪自己 miss good 啲啊！係啊，我同小朋友講嘅時候，自己咁樣介自己。我教英文，頭先都介紹我教英文噶。如果今日咧同你講呢，即係講嘅呢幾我見頭先大家都有抄嚇，都抄咗係由邊度出嚟嘅咧？你不妨你去睇啊，你去睇多少少，你覺得啊嗰段喺因為個個人嘅可能你自己覺得邊樣嘢幫到你咧係唔同嘅。可能有些朋友頭先覺得在某一步出嚟嘅嗰句啱你喎，或者啱你教你啲仔女喎，你啲子孫喎，跟住就喺或者喺嗰本書你去揾啦，就再睇多少少嚇。而家古文咧，其實大家咧應該都好難明白㗎啦。咁你可以揀有翻譯啊，而家好好嗰啲書局咧都有翻譯嗰個文言文嘅，嚇你可以睇翻譯，可以解釋俾啲子孫啊，俾啲仔女去聽啊。他學了呢他自己得益，他得益你都得益，你不用教得那麼辛苦、啊、你也可以影響到其他人、啊、大家一起給的、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先再按一下一張、這個應該是最後一張了，這個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生命的價值呢，是能夠隨著我們的認識不斷多的時候呢而改變。以前可能不知道生命點解，尤其是一些生活得很苦的人咧，佢就會覺得點解要嚟到呢個世界？嚟呢個世界為乜咧？每一天都咁苦啊！咁佢嘅苦咧，其實我哋是一個銀兩面嘅。你點樣去睇？如果覺得工作是辛苦，其實以前古人都是咁，日出唔作，日日唔息，都是全都工作緊啦。落田啦，啊落雨嘅時候，太陽曬嘅時候都係咁工作啦。你將嗰、那個即係嗰樣唔好嘢，就去轉變，你就變成一樣好樂於去接受，變成一樣開心嘢噶啦。好多時咧，我哋係因為我哋太多埋怨啦，去埋怨嘅時候咧，跟住你就發覺你個人就越嚟越唔開心。因為呢個我自己都感受到，我有時工作好忙嘅時候，我都會埋怨。哎呀，即係點啊？哇，咁多嘢做嘅，點解啲人又唔係？為什麼人們又會這樣的，你會發覺尤其是有時我們學了傳統文化好像比人知多少少東西，有時就覺得為什麼人們會這樣的，為什麼這樣都做得出的，這樣你會就會不開心了。那當你繼續看下去繼續學下去的時候，你好像剛才一開頭我們說有些人沒有學過傳統文化，那就原諒他，因為他沒有學過嘛，那就不要令到自己不開心，自己不開心是自己笨的。尤其是剛才講過，我知道很多人夜晚咧好勞累啲仔女嗰啲功課啊。如果你啲小朋友仲細，或者你今日一啲年長嘅，可能你嘅仔女嘅仔女嚇，去擺好多時間去，即係講嗰啲功課啊，又跟唔上啦。與其係咁，不如轉一轉教傳統文化。我上一次我講過咧，我話我嘅學生咧，其實我都係擺咗我入去上堂咧，就講少少道理先，講完道理啦，收曬啲心定曬落嚟啦，跟住先至講書嘅。如果唔係一開始，所以我頭先都講話，我話實習老師佢經驗爭少少，因為佢未知道，佢未感受到，亦都冇人教佢傳統文化，佢唔知道咧，其實收咗個心係幾咁重要。收咗個心之後咧，佢學嘢就會快好多噶啦，嚇。尤其是好像我那間學校呢，其實內地人多的，他落了堂，其實接觸我教英文的嘛，接觸不到英文的，他們電視都不會看英文的節目，他們沒有機會接觸英文的，那變成上個課堂就很重要，課堂很重要。現在我就告訴你呢，那個有效呢就是你教了他傳統文化，點點滴滴教了他們之後，跟著你發覺他們呢之後的課堂是表現得好，即是很好的。咁呢個唔係我自己誇自己嚇，亦都真係咧。其實副教育局長都嚟睇過上堂，仲有其實有好多其他學校去睇過上堂，都讚我哋嘅小朋友係估唔到。曾經有一位咧因為我哋都會申請一啲優質教育基金去，即係民政部攞一啲錢啊，跟住我去即係去做一啲嘅，即係一啲嘅課程上面嘅改革，去幫啲學生啊。咁咁佢有陣時咧，因為佢俾政府俾咗錢嚟噶嘛，有陣時佢可能會抽樣啊，就會去一啲學校去即係去睇啦，去睇究竟咧係咪真係做得
咁好咧？你係咪真係攞咗錢？係咪真係做你話俾我哋聽要做嘅嘢咧？咁因為我哋學校喺禁區，一般嚟講咧都唔會嚟嘅，好麻煩嘅，因為佢哋攞禁區錢，仲係山卡啦，我好遠嘅，我嗰間學校。咁但係我即係我嗰年申請又咁好彩，佢哋真係嚟睇喎。咁嚟睇，嚟睇你嚟睇啦，咁樣咁啊，同佢報翻我哋做嘅嘢啊，做俾佢搬咗堂課啊。咁因為佢嚟嘅咧，其實個優質教育基金嗰團人咧，佢嚟自唔同嘅行業，佢除咗政府嘅人啦，佢譬如有律師啊，可能有醫生啊，可能有中學嘅教師啊，唔係校長，唔係教師，校長，即係來自唔同嘅階層嘅人。咁曾經有一位都問我，佢話：你點解會留喺呢間學校？其實我嗰間就村校仔嘅，你點解會留喺呢一度嘅咁啊？咁我諗如果當時我話俾佢聽，我想喺度播種子，其實佢唔會明咯。我就係話我中意大自然，因為我嗰度真係好鄉村嘅，真係。我話因為我中意大自然啦，嚇中意即係呢啲咁淳朴啦咁啊。因為佢會覺得睇你嘅能力，你唔應該淨係覺得係屈就咗喺度。嗰個同我講嗰邊個中學校長嚟嘅，嚇咁其實我個心咧，我係想播種子嚇，所以我頭先都同阿君嚇講咧，我話其實可唔可以擺落即係 YouTube 啊，優酷啊，優酷內地咧就可以上到，擺咗落 YouTube 咧，內地係睇唔到嘅。其實我都好想內地嘅家長咧，我教嘅學生嘅家長咧，如果佢可以都睇到，因為佢哋都聽得明廣東話嘅，佢未必講得好好廣東話。但是聽得明廣東話，即如果他們都能夠有得著咧，哇，咁就非常之好啦嚇。咁、這個都可以去諗一諗。好，咁啊，而家仲有少少嘅時間剩，不如咁啊，大家對於今日嗰個講題，大家有啲乜嘢係啊邊一方面想問嘅，又可以問一下，唔好客氣。又或者未諗到。都唔緊要。老師話學問啊，要學得識點問喎、嚇。學問其實都難度高㗎，係啊，自己要消化咗，係啦，跟住再去諗多啲嘢。好，咁唔緊要，係啦，如果諗到，有問題嗎？我唔知點問啊，即係問，即係譬如個大字規咧，係咪要全部俾啲小朋友睇曬？我頭先咧呢位朋友問《弟子規》係咪全部要俾小朋友睇曬讀曬？咁如果你個小朋友可以咁乖咁定聽曬你讀曬，就梗係好啦呢樣嘢。咁你睇翻你個小朋友願唔願意？如果唔係，你就由一點一滴。譬如佢好唔聽你話嘅嚇，你叫一次佢要，佢咧就要你即係叫好多次佢先會做嘅。咁你咪由入職校嗰度開始咯，父母呼應護粉，由那裡開始啦，你咪會去教他啦。那裡教到他開始做到了，你再下一步咯。係啊，我哋今天聽完到，你發覺哇咁好，你發覺好想將所有嘅嘢都執曬俾佢哋，好難噶。我都跟咗我老師好多年啦，都十年啦。我教書都教咗20年啦，係啊，所以那個有時個經驗都累積翻嚟噶。係，所以有時我哋有個起步，因為我又想。你哋聽多啲，我又覺得我老師又教咗我好多嚇，我亦都好想同大家分享，所以我講嘅嘢咧，你發覺每度抽一啲咧，就去想捷徑嘅係有一個捷徑俾你哋啊知道咁好嘅，等你哋咧係其實係拋磚引玉，等你哋可以再去即係我諗你哋時間有啲可能家庭主婦，有啲可能會。時間多過我啩，所以我覺得你哋個個都會學得比我更加好，所以想拋磚引玉，話俾你聽有幾好，等你哋去再學得更加好，第日你哋再同大家分享嚇，第日我又坐喺度聽你哋講嚇，咁所以你由一點一滴咯，少少抽一段仔，講到佢做到，跟住再抽下一段再講咯。好，仲有其他問題咧？好。比較多啲，接譬如明嗰啲。我如果我班嘅小朋友啊，佢唔會問我問題，我講乜佢就聽噶啦。因為其實我教佢要尊師，係啦，孝親
尊師重道，其實呢六個字好重要噶。各位尊師佢都知道老師講緊嘢，我就要留心聽。咁但係其實小朋友真係問到咩嘅，佢唔識嘅，佢唔識問嘅。即係好似大家頭先大家都啱啱聽完，都未消化到，唔知道有啲咩問題可以問。小朋友都係嘅，不過佢聽完嘅道理，佢就喺日常做啦。當佢做到譬如佢做到有啲乜嘢做得唔好嘅時候咧，跟住咧我就可以用翻。我上次咪講過呢句嘅，係用翻咗出嚟，跟住啊係喎咁啊。譬如有時我叫小朋友坐咧，佢有時小朋友咧，頭先我哋弟子規咧喺度會搖個鼻嘅，首先都會㗎，唔知佢眼可能習慣啊，佢屋企可能都係咁，其實會係習慣嘅嚇。今日除咗弟子規度，攞出嚟同佢講，又講下我哋中國人嘅説話，樹搖啊葉落，人搖就福薄。咁佢聽到哎呀福薄，哎呀我唔好做啦咁樣嚇，咁佢又會即係點點點，因為佢哋細，我嗰啲係小學生，佢哋都仲係聽，所以教育咧由細做起，你去到大個咧方法又唔同啊。大個佢唔會聽你講嘅，佢有佢個朋友，佢覺得佢嗰啲朋友講嘅係啱，佢會覺得父母講嘅唔啱。所以如果你嘅細路越細咧，就快啲教好佢啦。去到大嘅時候咧，你的方法就要變，方法可能你就不可以就父母識你講乜嘢，要佢收曬，你去同佢即係真係做個好朋友，起碼關係唔好唔好先，我做一個好朋友，去聽下佢講，知道佢諗緊乜嘢，然後你點點滴滴去引導佢，嚇唔好乜都批評先。有陣時所有嘅嘢批評，其實年輕人佢都有佢自己嘅一套諗法，可能我哋唔明。啊！我哋有時聽佢講，然後我哋再用傳統文化，再去一點一滴去提翻佢嚇。總之你同大啲嘅咧，就一定個關係一定好。關係唔好咧，乜都冇得講。關係一定要好。細嗰啲你都仲可以，我係爸爸媽媽，我講你就要聽。即係好似我學校嗰啲咧，佢都仲細，我講佢就要聽，佢都會跟我，同埋佢其實明道理嘅。如果唔係咧，就唔會話見到呢個老師就乖，見到第二個老師。哇！第二個老師可以蝦得嘅喎，即係我做咩都可以嘅喎，咁佢就真係照做嘅。啊，咁呢個亦都提醒翻我，可能個根係唔夠深啊，我要再反覆重複啊，再同你講道理啦。啊，好，有其他問題啊？好，頭先如果諗到嘅話，我又可以寫低字條咧，下次再答大家都可以嘅。啊！咁我知道大家啲飯都送到嚟啦嚇。好，咁咧或者，我今日分享到呢一度啊。好，好，感謝。好，咁。